为了纪念药师佛诞，并且发扬药师佛关怀众生的精神，新港乡宝山神师今年将在10月18号举办敬老组合爱心晚游会。主持主德法师表示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是真严重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这场晚游会。现场买单药佛祈求药师佛来保庇，更加准备了相当丰富的抽奖礼品，欢迎民众来参加。宝华山宝山禅师这年来是新港地区的佛教地主重要的信仰据点，主持主德法师本身更加是职业的中医博士，在新港地区为真侪贫困的信众提供医疗照护，是真受到民众的尊重。宝华山宝山禅师呢，是2002年开始呢，阮在年年举办着有慈心关怀奖的爱心圆游会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就是要来推动着药师佛的慈悲甲愿力，希望将药师佛的光明大爱呢，散播伫这个祥和安乐的所在。当然，阮关心着遮的时代，阮嘛来关心着咱的时岁，好，咱的时代呢，会知影讲有遮济人咧甲伊关心，有足济人伫咧甲伊照顾。好，咱的时岁呢，会当了解到讲，伊是住伫一个快乐平安的所在，中大。那今年2009年的圆游会，就伫个10月18呢，要来隆重举行咯。所以欢迎有爱心的菩萨，大家发心来共享盛举。有一个温馨的提醒哦，就是讲你若来回来接受到阮的邀请，要回来宝山禅寺。希望你会当会记得戴着口罩，登来参与这样的盛会。虽然药师佛会当慈悲，会当甲咱保护，但是防疫的知识，咱嘛爱家己呢会知影、会了解，做好着防疫的这个准备，就会当让大家得到平安，让大家呢得到快乐。所以在此处来邀请到各位乡亲，大家一同来共襄盛举，圆满这个爱心圆游会的活动。爱心圆游会曾经因为主持疏忽，真无闲来停办。好佳在伫信众的扶持之下，圆游会伫旧年重新举办，并且扩大规模。主德法师表示，希望这场圆游会会当为更加侪众生顺利救助，也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这场疫情。新中华新闻里面，洪新港采访报道。